马来西亚一名39岁的女子在公司户口开设的银行账户存入 3.5 万令吉，即大约6万元港纸做定期，但定期存款到期之后，她竟然发现户口清零， 3.5 万令吉本金消失。女子就事件多次联络银行，但就被当成人肉足球踢来踢去，银行更加指户口已经关闭。女子情急之下就报警求助，几经查核才发现款项已经被转到自己的私人户口，令她崩溃到直斥银行草率。